6月18日父亲节晚上，位于柔斯密市歪理大街的两大商业巨头888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携手在海珍大酒楼举办父亲节感恩餐会，邀请南加州工商界人士、社团侨领、优秀父亲们欢度节日，大家品美食、饮美酒、赏歌声、跳舞蹈，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开心的父亲节。今天是888海珍跟顺发超市联合举办的父亲节感恩餐午会，得到很多好朋友的大力支持。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、香醇的红酒，还有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，希望大家吃得开心、玩得开心，过一个特别的父亲节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快乐的一天，永远都快乐。谢谢你们支持顺发超市的一切，谢谢你们。每逢节日，888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就会联手举办感恩餐会，答谢社会各界对自己的支持，也为民众提供欢庆节日的场所。以潮粤菜肴为特色的888海珍大酒楼是受到华裔喜爱的承办喜庆宴席、生日 party、 社团聚会的宴宾场所，而顺发超市在全美开设了十几家连锁超市，以提供来自亚洲地区上万种各类特色商品而受到华洋民众的好评。华夏电视台记者柔斯密士采访报道。